那边方圆金狮的海岸。
看到这个朗塞。然后以前呢，还没有广东是见到台湾来的时候呢，都是台湾狮为居多。来，现场朋友，我给他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，啊，谢谢我们的金狮团。那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哈，啊，我们一般的我们台湾狮有分南部狮，有分北部狮的。那北部狮呢，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哈巴塞为主哦。那南部狮它的嘴巴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口的。那没有开口的狮子呢，有。那现在呢，是我们芳龄金狮团我们的旗队啊。那在呢我们的庙会文化在进行当中，其实呢一场活动非常非常的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所组合起来的。所以呢，在每一场大家都有辛苦的背后的工作人员哦。那我们要把这个优质文化继续的传承延绵下去。所以呢，在我们观看的同时，大家如果说呢嘴巴有吃我们的食物或者是饮料的话，也麻烦大家垃圾不落地哦。我们呢当一个优质的庙会文化人哦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有带小朋友来的话，更要在小朋友当中做一个好榜样哦。麻烦大家呢不要把那个垃圾乱丢哦，也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。那这些呢，那得就是那我们就是所谓的每一个庙宇的什么招牌人员，但是大家不要小看前面这些托工哈，他都是庙会里面的小小的螺丝钉哦，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哦。
Thank you.
随意即可。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针头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针头。Thank you.
谢谢，待会我们有看到我们有双龙会进入到我们的红毯。